他的第一个鬼就给我遇这个，第一个鬼直接给他连环击一回合解决算了啊。哎呦我次啊，哎呦我次啊，这他妈大师徒啊啊，畜生啊。主怪血不多了啊。昨天武装风云命令最高3000万战神对武装的风云命令有加成。那只能下个月再来了啊。可以了兄弟们啊，在不开直播的情况下都干到了第五名啊。哎呦我去，感谢莫鲁哥的超级火箭啊，莫鲁哥最近风云人物啊，风云再起啊，莫鲁哥牛逼啊，莫鲁哥你就看小死亡往下摁的准不准就完了啊。小月给你打的镜台我也看了，感谢莫鲁哥的超级火箭。为什么大的不让了？大的喝多了说影响我的身体健康啊，他给我喝出问题来，喝出问题的话到时候直播间的兄弟们人人都有责任。小瓶的是无糖的吗？是的。啊，10点了还不开始比赛，比赛11点。梧桐啊，梧桐回老家了。梧桐因为郑州回去的话，他就回不了过年了，他就直接在那个广州回老家了。回老家，然后在商场直播吧，应该在商场直播。啊，你说在商场直播是啥牌面？开个摄像头啊，后面人潮人海的。你鹏哥呢？你要看他五开抓鬼，鹏哥新区15天。一天能赚500，新区大唐官府贼牛逼。对，我觉得我要是再在广州待几天，我本来是订的17号的机票。